好，我们看呢这一题啊。这里说哈，用七种不同的颜色哈涂这个图了，它使每个区域有一个颜色，且相邻的不同色，试求可涂成几种不同图案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首先哈先涂一啊，因为一相邻的那个格数比较多。好，一的话呢，第一次填可以填几个？可以填七种颜色。哦，因为它总共有七种的不同的颜色可以填。好，那再来填的填 D 的话呢，可以填六种。为什么？因为 D 只要跟它不一样就可以了。再我们看呢，再来填 B。填 B 的时候的话，哈，要考虑到这个，就说，这样的话有七乘以六，那再来哈，就分类。分两类，第一类就是说它的颜色跟它一样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如果跟它一样的话，那只有一种填法，好，就只有一种涂法。当它的颜色跟它一样的时候，那么呢 ，A 的话可以填一种，因为这里总共有两种颜色而已嘛，这个就可以填的话，七减二可以填五种，哦，当它填一种的时候，它可以填五种。所以乘以五，然后再来的话哈，这个可以填几种？它只要跟它跟它不一样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颜色，所以它也可以填五种。所以乘五。好，也就是说哈，它如果填一种的话呢，那总共几种是七乘六乘五乘五。然后如果呢？他涂的跟他不一样的时候，那这样的话，他可以填，可以填几种？可以填七减的，可以填五种的。哦，他只要呢，就是说他如果跟他不一样的话，那他一定要跟他不一样的，所以七减的有五种。好，那五种的话，那这三个颜色都不一样啊，所以他只能填三种，啊，他也只能填三种。所以变成了五三三七六，就七乘以六，再乘以五，再乘以三，乘以四吧，哦，因为七减三是四，四种，哦，它只要跟这三种颜色不一样就可以，所以可以填四种，这里的话也可以填四种，所以四乘四乘四，所以总共有几种呢？总共这个七乘六，再乘以多少呢？我这两列把它加起来，二十五加上呢四四十六，乘以五六三十计算，八十。所以这样多少呢？这样的话就是七乘六乘多少呢？二十五加上八十，四四一零，总共四四一零种。好啊，如果我们说呢，这个的话呢是要第一个要先填的，那填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刚刚说是填这个以后再填这个，啊，因为我们看到的话，这个是相邻的，那个两个。还能不能说这个填完要填这个，然后先填这个也可以啊。哦，不过的话，通常呢，我们是喜欢先填这个。好，如果呢，我在填这个时候，那这样的话算出来答案是不是一样？答案也会一样的。哦，第一个我先填一嘛，先填一的话有七种，哦，这个是填一嘛，啊，这是填多少？填 D。好，再来是填多少呢？填这个B， 填完要再填 A， 再填 C 啊。好，那我一样呢。第二种方法是填一是七种，再来是填 D 啊 ，D 的话也是六种，这没问题。再来我想呢，先填 C 啊。先填 C 的时候的话哈，它
只要跟它不一样就可以了。所以是七减多少呢？七减多有五种的。啊，五种的话再来填 B， 填 B 的话哈，就要什么呢？就要分了。填 B 的话就要分，因为你再来再填 A 嘛。那填 A 的话哈，它可能呢这两个颜色一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填五种。这两个颜色不一样的话，它只能填四种。好，那 B 的话哈，我们就来分，这个是七六五嘛，五种。然后当我呢 B 跟它一样的时候，就一种方法。当 B 跟它一样的时候 ，B 跟它一样的时候，这个填可以填到，可以填五种的。哦，因为这三个只有两种颜色，啊，它只要跟这两种颜色不一样就可以。好，啊，或者是说它跟它不一样，它如果跟它不一样的话，现在的话它不能跟它一样的。就两种不一样的，那跟它不一样，就跟三种不一样，就七减三的话，就剩下四种可以填。那四种可以填的话，那现在这三个颜色不一样的，那七减三，七减三的话呢，也是四种的。所以这个如果是一的话哈，这只能填啊填五了。那这里如果是填四的话哈，这就可以填四。那这样算出来的话哈，我们看答案跟这个是一样，也会一样的，七乘六乘五，它再乘以多少？五加上十六了。好，那这样算一算的话多少？三十乘以七，二一零哈，它再乘以多少？二十一，二十一乘二十一是四四一啊，哦，所以四四一零，四四一零。哦，答案是一样的。啊，我想讲就是说，乘法原理呢，跟加法原理哦，是很基本的呢技术能力。你去考联考的时候哈，到最后可能呢很多东西忘光了，但是你只要呢乘法原理跟加法原理晓得以后，晓得的话呢，那这样还可以跟他做奋战，还可以挣扎，哦，所以。这基本能力的话呢，不能忘记了，所以答案应该是四四一零。